为着要来提升新竹区的防洪效能，市府是向中央来争取补助，嘛得到经济部水利署补助1170万，加上市府家己筹备630万，总工程费1800万元，将来替换防华抽水站内底三部抽水机加相关电力系统设备，预计伫今年12月30号完工。市长黄伟铁嘛前往抽水站来了解工程的进度。为了要提升新市区的防洪效能，市府进行防华抽水站老旧机组换新工程，淘汰两台柴油引擎发电机组，一台抽水机组，以相关设备电力系统。今日市长委托市员李伟伫、陈碧瑶、余祖清、区长谭乃成等人，是来到抽水站了解工程进度，并且市长委托表示，希望水利局甲时间单位会当提早录制完工，来保障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个风华抽水站，就是因为它的基建已经老化了。特别在跟中央水利署来争取经费，来这个更新它的基建。不过要更新它的机器，可能到年底才能完工。那今年的汛期又不能破坏掉这个抽水站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还特别拜托水利署调集我们移动式抽水机，来补足这个风华抽水站它现在因为机器老化所缺的这个抽水功能的缺口。那所以说希望说能够和咱的民众，尤其是这个风华部落、风华里哈，诶，这个所在的民众哈，以今年这个水这个雨季哈，雨季的期间，大家当免烦恼。市府水利局表示，风华抽水站原有抽水机组已经使用要20年，设备老旧，抽水效能降低，因此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也得到经济部水利署补助1170万，加上市府自备款630万，总工程费1800万，将淘汰抽水站内3台 EMS 电水式抽水机组，以相关电力系统设备，预计伫今年12月30号完工。记者萧建伟新竹区采访报道。